今天我的三个哥哥要一起出去玩了，这是他们第一次的集体春游哦，闪闪就替他们开心呢，我就乖乖的做一只手架喵吧。哎呦哎呦，我看见了什么？居然是我最爱的大吉他。不要拽我，到我大展身手的时候。我来给你把牵引绳卸了。二弟你慢点，小心摔着了。大哥三弟你们快过来玩啊。我还是在一边看你们玩好了。你还是别为难大众，让我这个大哥来陪你吧。怎么还有水呢？这可让我如何是好。算了，康康你还是自己玩吧。那我还是自己去玩吧。小白哥哥，这是要带我去哪？大众，你是来陪我玩的吗？我也就是换个地方待一待。你们也太没意思了。艾森啊，不要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不要！好开心啊，哥哥们玩起来了。看着有点怕怕的。我也要加入。康康，二弟，你看看你个毛头小子，都吓到咱们三弟了，还是要稳重一点才好。大哥说的对，我下次一定改。